阿伯卡巴，我系阿西，今日介绍翻我妈咪嘅三宝白超酱啊。咁啊，嗰个油热咗咧，你就落埋虾米煎下佢啦，煎到好香，加埋葱头仔。嗱，记得啊，葱头仔咧，你越多越好噶，越香噶。蒜米，蒜米就唔使咁多啦。咁你咁样煎下佢啦。咁啊，火咧就差唔多中大火，啊，煎到你睇到，哇，好香好香嗰阵味。加埋马拉疹，马来西亚嘅三宝咧一定会有马拉疹。所以咧，佢唔系斋噶，三宝即系辣椒酱，马来文嚟噶，我哋喺马来西亚都系咁样叫噶。咁啊，你嘅马拉疹咧，你要搞用佢，佢有时咧，佢一粒一粒喺度，咁你 feel 到一粒一粒咧，你就咁样用嗰个木铲压下佢。辣椒粉。咁呢个辣椒粉咧，我喺嗰个印度铺买噶。你用呢啲辣椒粉咧，你嘅辣椒酱会靓好多噶。咁你睇你自己要几辣啦，你可以买嗰啲最辣嗰啲。我呢个咧系中辣嘅，咁啊又唔够油啦，我加埋仲一个 lid 嘅油。咁你油咧，你要拣翻啲油冇味嗰啲油。咁谂油就唔得噶啦，因为佢太重味。最后呢，你加埋椰糖。嗱，我妈咪系用白糖噶，但系我就中意用椰糖，因为我觉得椰糖香啲。你睇到几靓？你就慢火一个钟，咁啊之后你睇搞掂啦，好香！我成间屋啊，呢个三包酱嘅味道。